来了，宝贝，欢迎进入休息时间。我是小太子，今天吃的是鳗鱼火鸡面，一个肉夹馍。那我就开吃啦。完美。我怎么感觉这一幕好像发生过？完了，我进入循环了。那火鸡面一起吃。我啃过一口了，但是我就感觉这个馅好少。哦，嗯，乖。里边还有香菜，嗯，饼还是挺酥的。这块肉挺大的，啊，这样大的是也挺好吃的。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看我的视频？火桶里还是被窝里？没想到今天的鸡蛋最后才吃，
菜帮用来压轴。干饱了，挺完美的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了，再忙再聊记得按时吃饭，爱你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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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